第二题，在相同环境下实验时，同质量的水和甘油上升的温度相同时，水吸收的热量会比较多。这个我们从比热定义就会知道，比热就是温度上升一度C的时候所需要吸收的热量。那么，所以在相同的条件下，比热越大的所会吸收的热量就会越多。那么，水的比热比甘油大，水上升相同温度的时候，同质量的水的吸收热量会比甘油来得多。所以第二题的说的是对的。